大家好，我是弱客人 X Dive 制作人的伊田。啊，哈多克！看到我的头带就知道我是谁了啦。好，没错，你们应该都看到消息了吧？就是 Street Fighter V Champion Edition 跟 Rockman X Dive 的合作联名活动，9月29号开始。好，这个活动你们已经看到两只最喜欢的角色了。我最喜欢的角色，一个是 Liu， 一个是 Chun Li。Liu 和 Chun Li。可是呢，我老实说，最喜欢的 Street Fighter 作品里面的角色是飞龙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合作活动没有出现飞龙的啊，下次请期待。啊，对了，你们最喜欢的 Street Fighter 的角色是谁呢？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好，我们回到正常的话题。这次的联名活动的设计，我们一样融合很多 Street Fight 的元素，例如说增加伤害的波动之力，还有最经典的地木桶的游戏也有。当然 Boss 的部分一定是他的 Akuma， 认识 Goki。 之前在洛克人 X 系列作品里面 X 可以使用 Hadouken， 但是再次在 X Dive 里面你可以使用出真的 Hadouken。 相关的消息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粉丝团。然后我们9月中终于开放 Steam 版，你们可以在大画面玩 Rogue X Dive， 有兴趣的玩家别忘记下载 Steam 版。然后偷偷预告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新 content， 新的系统已经我们准备推出了，之后一一跟大家说明。好，本次的 Rogue One Dive Time 的内容是这边，然后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再次哈多克，相关的消息。消息啊，消息，那个消息是 Q Q。